袂食呢，这不是你食呢，你的是你要点啥？看人伫分镜表演的吼，护士请假，请假，晕车药吃了哈。好，谢谢。是明天下午三点，我今天请药睡了。对，晚餐明天晚餐会回来吃啊。对，明天会回来吃晚餐。就跟以前一样，就大约下午四点。那他这个是请假卡，还有轮椅。那这个都帮你写好了，这个是就照上面的时间写吃药嘛哈。对。安尼啊，好，来等啊，你好，回家。好，好像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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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樱花开较济安尼，即摆樱花一年拢开两届哦。年底开一届，春天又开一届。我上班时间大概6:45到5:00，我就出门嘛。那我的习惯大概6:40，我一定会跟我妈问候一下，看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。然后应该是去年的农历过完年，然后就有一天天气变得很冷，然后就一大早醒来，我妈就去上厕所嘛，然后。就一下的话，他人爬不起来。医院就在这我家附近而已，我们就赶快一大早就送过去，然后就给医生去处理了。那研判是中风。刚开始住院就是我们陪他住院啊，主要是他大概住了2个礼拜吧。他中风之后，那个手脚没有力。他就是等于是半右手是整个已经有受损，神经有受损。我们有跟他讨论，跟妈妈讨论说，要未来可能需要去住安养院。他刚开始不太能够接受。因为当初要他去松柏园的时候，就是跟他讲好，就是他去松柏园上班，我们去公司上班，然后下班的时候我们去看他。然后假日的时候，他就下班回来到家里休息。我们就把他定义那里是宿舍，跟小朋友一样，那是宿舍。然后礼拜六、礼拜天就回家这样子。那至少会在家里，礼拜六晚上一定会过一个晚上。嗯。离家就十五分钟以内会到的车程这样。对啊，就近比较方便照顾。什么物件无？这石头，迄鱼池啊呢？啊，这鱼池啊，这鱼池啊，嘿，内底有鱼啊。啊，这嘞？迄石头啊。石头啊，那什么？那遐软哦，迄假的啦，假啊做的。好阿嬷，我来第二尾囝。你要红色还是白色？哦，你要按呢，看开是不要按。认知辅疗，对，就每一季的那个辅疗活动就不一样，比较偏有失智的部分，就是轻微的，因为至少他可能对于一些基本的观念还是要有，就让他们认识就是鱼类种类嘛，然后还有就是他自己钓的那个鱼的数量，除了这之外，就是可能还有就是他的小肌肉可以运动。哎呀，这只什么鱼呀？哎，青，
枪哦，这啥物鱼？五二。咖喱钓的。四六六只，七只，七只。七只吗？七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啊，这敢是？八只。这敢鱼呀？这只敢鱼呀？啊？这敢鱼呀？这蝎子了。蝎子不是鱼啊。钓到蝎子了。你手会酸袂？哈？会哦，手会酸哦。来等。来等哈。啊，你钓几尾？我钓到隔壁了。钓到恁隔壁的哦。哎哎，黄路，你对遐去。我对遮来啦。哎，啊，我甲先甲拖好个。拜拜。结婚，对，然后他之前就是也是，就是工做做工这样，然后之后他因为就是某些原因，然后就是可能有轻生的部分，所以就是辗转就是社会局安置，然后到了我们中心里面，对，所以其实他就是未婚嘛，然后又是低收入户，所以其实他在中心里面他。可能他也会觉得说他自己跟其他人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其实他算蛮身体功能，他也蛮维持的蛮好的啦。因为毕竟中心有些长辈可能身体功能比较不好，所以他会觉得哎、欸，他身体功能比较好，所以平常我们带活动的时候，他都不太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。那当只要说我们开始就是要参加比赛这个项目的时候，他就哎、欸、变得非常的积极。就是说他，哎、欸，就说阿公，我们去比赛哦。就是时间一到，他就带了他那一群，就是朋友下来。所以其实靠高定元阿公，他就可以就是直接带他们下來，因为就用同侪的力量，对。哦，甲你吹较水嘞哦，好不好？啊，吹较水的，有无？好啊，哈。一年外，我的流程就是8:10到9:40，啊，我清晨我拢会先甲伊煮饭啊，啊，就甲伊带伊散步。回来就给他洗衣服，洗洗，就给他洗衣服。好的时候，差不多全部如果还有时间足量的这样，就给他，就是给他抓凉了。以前是公公还没有生病的时候，他会，虽然会出去，可是他会回来一直帮我看着他，所以比较放心，因为有人陪他。可是公公走了之后，没有人陪他，那自己我们也不放心啦。
那刚好就同事来介绍说可以有这个居家看护的，所以我就去公所问，然后公所又跟我说，那你这个要去找永信的。然后我去找他说，后来就是帮我介绍，就是阿米，我觉得他好好。他真的有时候我像我有时候比较没有空，如果说突然间中午没办法的时候，我就叫他说你先帮我准备什么起来给他，然后阿米也很好，他也说好没有问题的，嗯，然后互动跟我妈妈互动很好，都还蛮有话讲的，然后他哪里不舒服跟阿米讲的话，然后他就会帮他，还蛮照顾我妈的，嗯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这份他的生活条理方面的话，帮我们很多嘛。打开始啊，伊就会讲，我就是安尼，逐项无方便安尼啦吼，就爱麻烦恁啦。我讲袂啦，嘿，啊头真久个后，伊就渐渐习惯啦。伊就讲，啊，你来啊，吼嘿。甲老伙仔吼，老伙仔伊嘛有脾气啦，伊有当时啊，情绪嘛有啦，啊，讲欢喜的一面嘛有迄类啦。啊，老伙仔伊实在讲，伊伫厝个那囡仔，我无做这一批，无做这来做服务员的时阵，无做照顾老人，我脾气嘛无改好。哦，来照顾老人。是给我个磨练啦。就就安尼学来讲，哦，啊，对老伙仔安怎安怎安怎安尼，就是当作伊是我厝个人，无法度好做，我替你做做安尼啦。哎，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。到宅沐浴车是由护士、照顾服务员，还有一个操作员，三个人一组，到家里去帮长期卧床的长者个案啦，就是帮他全身沐浴嘛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的居服个案，你如果常发现他是长期卧床，真的很需要，赶快跟我们说。那这个是用预约的。三年多了，要到四年。车祸送我到迄个颈椎受伤，单瘫痪，就桥都要摔倒了。自受伤的也无法度好，因为我嘛抱无法的啦，啊，伊嘛无法度好，算袂惊袂啥话吼。因为你平常安咱七个无法度好，七个足清气的。啊，伊无洗嘛，人讲嘛艰苦啊，啊，若会当安尼洗是真好啊。啊，拄好恁公司有安尼要来咧洗来咧服务，真好啊。阮遮安尼无法度好家洗，会当安尼有恁来，
伊个哪生哪欢喜，你无看伊安？平常阮拢无咧讲话，啊，若恁来咧说，拢爱直直讲个，直直讲个，欢喜就直直讲个。为说到安尼，真欢喜。有时啊，脚头有咧疼吼，啊，我就会针对伊个脚头有疼个所在，甲按摩、甲捏安尼啦。伊就讲哦，真好啦，捏捏真好啦。啊，我哦，我安尼吼，可能老岁仔人吼，脚较退化。我讲吼，我才五十几岁，我嘛脚退化安尼。那他说：“哎、欸，阿米说他要去开刀脚，说有他有跟我讲，我知道。我说我也跟他讲说，你放心啦，那个的永兴那边呢，他们就会帮我们处理，会有人来照顾你。然后他不会担心说有没有人来照顾他啦，因为他可能是将心比心，一个做妈妈的那个感。”的想法吧，因为他自己可能也想说他自己的关节也不好，所以他会交代他很多事情，叫他注意的事项有哪些这样子。完了会加加关心足多，啊会我去要买开刀，都足交代足多啦，叫我都爱去较一间看，唔好看一间就要开刀啦。就是拢安尼一直关心的话，一直出来我。啊，刚我要休困的时阵，前一天两天我才甲伊讲，我暗我要休困咯。吼，目屎都来啦。伊讲，啊，你要去几多？嘿，啊，要休偌久？我唔知。啊，结果我想讲，一两下啊，就去带伊三天啊，啊，伊就完啦。诶，就有迄、那个，安尼想讲，甲新妇问讲，阿咪也毋知较好无安尼啦。啊，新妇伊就讲，伊要意思讲，阮兜伫家啊尔，伊要来看。啊，因新妇敲电话，佮我毋好嘿，我讲我佮前礼拜我着去做，你甲阿妈你讲，拄去的时阵，变成伊在甲我牵啦。哦，我讲，哦。啊，唔免啦，我甲你牵落啊。伊讲啊，我看你脚呢，搁小可拜拜。啊，开刀哦，就没办法蹲的那么那个啊，就是都是利用这样洗。他可能说啊，你爱定爱洗，废气啊，讲一两天洗一次我都不要了。如果这样每天换比较干净也比较好。啊。他很会体谅我，他说我脚痛，不要洗太多，不要做什么太多。服务哈济，哈这么多个案，我都感觉伊安尼，足窝心呢。说起来比家人还很窝心呢，嘿。像他刚刚进松柏园的时候，非常沮丧，就是他手脚不能动，所以非常的沮丧，他就觉得啊，他大概没什么希望可以回家。他一开始来，其实他就是都坐轮椅，然后什么他都是别人协助，走路什么的也都还不 OK， 因为他就是行动不方便才过来的嘛。
后来他就是开始，因为他们家里面跟他沟通说，哎、欸，如果好了就是就可以回家，然后所以他在复健的部分他就很积极，所以其实他也应该是蛮听复健师的话，就是练习什么的他都非常愿意。因为复健过程他也是会有一些疼痛或者是不舒服，他并不会因为这样然后就说啊我算了不要老了还是什么之类的，他并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他对自己蛮积极跟坚持的。牙管哦，大部分我们会先强调他行走的功能好了之后，我们觉得哎、欸、他其实最主要是刚开始都不能动，然后来这里我们就慢慢训练，就很像训练小 baby 这样子让他训练起来，然后到最后他走路我们其实有带走路，那后来发现他走路其实走的都还不错，那我们想要更精进一点，那我们现在就在给他练爬楼梯，让他的脚踝的动作更好。那现在我们觉得、欸、其实也不错，之后我觉得其实他手功能可以再更精进，对，这样子或许对他日后吃饭的时候，因为毕竟是右手嘛，惯用手的是右手，那你以后吃饭的时候至少你筷子可能没办法，那我们用汤匙，你前三指可以去握的话，握得好的话，我们有一些辅具性的汤匙可以让他去吃，对，这样子对他的自尊心来讲可能可以提高更高。由他入住到现在其实他都没有吃，而且我们就是每一天去看他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后面状况慢慢变好了嘛，我们就是会每天带他去那个松柏园的那个广场上面，就让他练习推着轮椅练习走两圈这样子，因为当刚开始走一圈可以哦，那就让他开始慢慢走两圈。那当初在走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今天的距离很短嘛，我们可能三分钟应该要走，可能一开始就走十几分钟，就从十几分钟慢慢走，走到现在应该走两圈，大概可以比较简单的形容就这样，就由十五分钟可能走到现在三分钟，可以把它就这样简单的把它绕完的。哦，我们跟妈妈商谈的就是，他只要能够有生活的自理能力，他能够自由的活动，他就可以回来了。哎呀，他就很努力的在做复健这一块，目标回家。他的目标是想要回家，所以他复健得很好，他就说我是那个松柏园里面复健第一名。